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非常喜欢金银珠宝。除了金银珠宝以外，他最喜欢的是他年幼的女儿。有一天，神给了国王一个愿望，于是国王许愿，要让他所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。果然，只要国王走过的路，手碰到的石桌、石椅，全部都变成了金子。国王很高兴，不过当国王要吃东西时，一碰到食物，食物立刻变成了金子。更不幸的是，当小女儿跑过来抱住他，也马上变成一座纯金的人像。国王发现事情的可怕，连忙要求神收回这个法术，并让一切变回原状。此时，国王终于明白，有许多东西是比金子更珍贵的。